大家好，又是我你们的智宇师傅啦。咁咧，欢迎收睇今日嘅第一集广东话版呢个实战实用道法篇嘅呢个 show 啦。咁咧，睇下我哋今日系几冻，咁冻嘅天气都拍片俾你哋，系咪应该快啲俾个赞咧？咁啊，呢度系加拿大啦，多伦多啦。咁我唔喺香港，又唔喺大陆嘅。咁啊，呢度系多伦多。咁我哋今日咧嘅话题咧就系教大家点样用道法去防身护身啊，驱邪出外啊，未到驱邪出外。不过你可以啊护身防身啊，每日必备嘅三招。咁我哋就用一个快狠准嘅方式，就直接咁样入去呢个话题，好唔好？咁我哋今日咧就。不會長篇大論的了，以前拍那些呢，上年幾年前拍的片呢，個個都即係太長了。我發覺現在的人呢喜歡吃快餐的，所以呢就盡量快狠準這樣，今天很冷，好了，我們去買吧。OK， 那麼臨開之前記得 subscribe comment like 先，是這樣。大家好，又是我智宇师傅啦。咁咧，今日咧，我哋教嘅大家嘅第一招吓、就要首先识一个咒语，同埋一啲身体上嘅身诀，点样去做？咁呢一个咧就系请你嘅祖师咧到位嘅吓。咁、请神到位，咁有咩好处啊？你有事嘅时候，即刻打个电话俾你嗰个神先吓。咁、个神咧知道有呢件事，即刻就会嚟帮忙啊。OK， 咁我哋唔好废话少讲啦，我哋立即开始啦。嗱，两个剑指 ，OK， 嗱，剑指咧记得唔好曲啊，你剑又唔好分叉啊，咁样直嘅啊，你睇住呢一度咧，呢一度系一个直线 ，OK， 咁样啊，屈一屈呢一个位，呢一度咧有个位可以套只剑指上去嘅啊，有个圈嘅，唔好揸到咁样啊，要套得入嘅。OK， 咁啊呢个剑指喺呢一度。个咒语是三罗祖师在此大显威灵，急急如律令，即即灵啊，咁样好啦。咁我哋念嘅时候咧就系咁啊，睇住咯。三罗祖师在此大显威灵，急急如律令，即即灵蹬左脚啊。呢、这、一个咧就叫做身诀，就系、是、你点样去将嗰个法力啊。神的力量在入面，你的人入面带出来去你的身的外面，那你那个神呢，就是你想想好像神是一个人，本来在你入面的，现在他出来了、出来有什么用处？如果这里有个坏人，那那个神都要出来才见到个坏人的嘛，就是打他的嘛，在你入面这样出不来的，是不是？那如果你是鬼在旁边、你要个神帮你打走他的，你要将个神拎出来、请出来才行的嘛。这个身诀呢就将你入面嗰个神力呢请出嚟。咦，系咪系人都做得㗎咁样。咁当然你睇得呢个 video 嘅呢都可以学嘅。但系呢一啲咒语身诀呢其实呢就系、是、封咗俾你已经入咗门嗰啲弟子。咁如果你系已经即系拜师入咗门喺呢个门派入面嘅，咁你就可以用。如果未嘅话呢，你可以去我哋个 website 度。咁嗰度呢就已经系可以俾你有两个选择。一呢就系、是你要俾錢嘅，咁咧嗰個咧就正式歸依入去入門學嘢啦。你如果唔想俾錢住嘅，咁有個免費嘅英文叫 initiate， 就係就咁入門就未歸依。咁咧你齋入門咧嗰個咧就係唔使錢嘅，咁啊可以即係自己學住先。咁你覺得你想真係認真學啦，咁你先至正式拜師入門都可以。我哋嚟多次點做啊？兩個劍指咁樣 ，OK 喺呢一度嗱，呢一個咧係三羅祖師在此。大顯威靈咧，拎開少少，放鬆劍指，一拍咁樣樣啊，右手喺入邊，右手喺入邊，記得一拍大顯威靈，跟住咁樣樣嚇，呢、這個咧上面咧係右手打個轉，急，再第二個轉急啊，兩個轉 ，OK， 咁樣急急，跟住咁樣樣，然之後將呢個手咧擺喺呢個中間線呢度啊，個手踭線嗰度，跟住如翻嚟。落去咁样穿律令，跟住去左边戚，呢个系乳头嗰个位戚戚，第二边令，跟住揼左脚一揼啊，
左腳一抌咧，你個祖師咧入邊咧就好似電話響咁啊，聽到啦，明啦 ，get 到啦啊！但係咁佢未出嚟嘅 ，OK？ 咁點樣會出嚟咧？啊，抌右腳，左腳咧就係、是、佢就會收到你嘅信息，一抌啊，祖師到啦，係咪？跟住抌右腳，嘿，一抌右腳咧，你個祖師咧就喺入邊個心嗰個發心呢個位咧，就會有個能量出出嚟，嘿，喺呢一度。咁呢一度咧就好似忽然間有個光球咁樣樣咧，就係、是、嗰個祖師嗰、那個、那個身就係咁樣啦，那個化身出出嚟啦。啊，咁咧你做呢樣嘢嘅時候咧，嗱，我哋再教多少少秘訣。齋 call 一個人咧就唔夠嘅，有陣時你 call 人哋要話俾你咩事啊嘛，係咪？喂，阿媽咁樣嘅，阿媽做咩啊？阿媽，我打爛嘢啊，你可唔可以幫我嘅？你要講啊嘛，點講嘢啊？同個神啊，我哋唔可以孭到喺個心口呢一度嘅。呢、这個位咧，呢、这個所謂你個力量咧，喺呢一個位嘅氣啊，係淨係適合我嚟通靈用嘅，即係我嚟打電話俾人咧啊去用嘅。咁點樣樣同佢講嘢咧，就用上邊啦呢一個位咧。OK， 我哋所謂呢個天機法。咁咧嗱，你做完呢個之後咧，咁樣樣做完抌左腳係嘛？你左腳咧就係打咗個電話啦嘛，抌完啦，拎上嚟啊，將呢個手決咧。拎上嚟喺呢一个呢、这个位度咁样样，系啊，咁样样 ，OK， 跟住咧你就眯埋眼就喺度讲嘢，讲完啦，系咪？抌一下左脚，咁咧个祖师咧就明白咗啦。然之后拎翻落嚟呢一度，抌右脚，嘿，一抌右脚咧，嗰、那个祖师就会出嚟啊，出去你嘅出边，咁就帮你执行你想做嘅嘢啦。咁有时譬如话呢一度唔乾淨喎，咁樣咁你就可以抌，即係抌完你個左腳講完嘢啦，落嚟嚇，跟住咧抌右腳，跟住一指住呢一度，話俾祖師聽呢一度有邪，咁樣啪咁樣啊指出去，咁咧你個祖師咧就會喺呢一度就去嗰個地方啊幫你做嘢啦，啊指就係話俾個祖師聽呢一度咁樣啊，再加多少少秘訣，指完之後咧，如果你個想祖師係爆发的股力量出来呢，即刻揸个雷子咁样，跟住呢返嚟，然之后抌右脚，哈喺呢度咁样甩出去，哈抌右脚咁样呢，个祖师呢就去嗰、那个力量就去到嗰个地方，跟住就并棒咁样爆开，咁你嗰、那个嗰啲邪呀乜嘢呢就喺嗰度就会俾你爆炸咗啦，咁但係讲真是不是人一开头就即刻一请个神就到位啊，咁样咁啊，当然冇咁简单啊，系咪？啲嘢要练咧，越练越劲嘅咪啲嘢啊！你开头学打拳咁样，打个拳都唔系好大力，要练得多先至劲噶。咁啊，所以咧，你要练习啦，多啲用啦，同埋咧，你即系拜师入门咗啦，喺个门派入边啊，咁你嘅法力咧就会更加强大啦，同埋咧。你嘅即係上邊嘅前輩咧，亦都會過佢哋嘅法力俾你嘅。咁你有咗佢哋嘅法力，你再用呢個咒語，其實就即係好似你未練，但已經人哋嘅前輩俾咗你啦。你可以拎人哋嘅法力出嚟借法去用，咁啊強好多嘅。OK， 係話少講，我哋而家進入第二招。Hey, 大家好，又系我第二招啦。咁咧，第二招咧系一个叫做金光神咒嘅法术。咁金光神咒咧就系、是、人都可能听过，因为喺道教嘅八大神咒里面咧啊，系一个好出名嘅咒语。不过咧，我哋今日讲嘅金光神咒唔系你出边街揾到嗰、那个，呢、这个咧系我哋独门嘅一个金光神咒。咁咧，首先我哋去片啊喺呢个荧幕度摆呢个金光神咒出嚟俾你哋睇住。咁咧，你哋亦都可以去我哋个网站度咧。去个 download page 嗰度啊，揾到呢一个咒语嘅，咁啊好啦，咁你 download 咗就喺呢一度 ，OK， 咁我哋去马啦。三罗神龙，天地圆中，灵魂玉阙，全灵虚空，原始大罗蒙上三清，神龙天下大放光明，鬼妖丧胆，精怪忘形。内有霹雳雷神炼形，金光护体身泽光明，万魔不起，百邪不侵，大吉大利，元亨利贞，急急如律令。呢、这个金光神咒咧，同你外面睇街嗰个咧系唔一样嘅，呢、这个系我哋独门嘅金光神咒，所以咧，如果你
要学我哋而家呢个法术嚟形容呢个咒语噶 ，OK 记得。咁咧就呢个咒语咧，我哋个PDF 里面咧，其实有一啲拼音，嗰啲拼音你睇落又似国语又似广东话，其实佢系我哋叫做三罗话，即系派来专用嘅一个话。咁我哋用嗰个咒语啊，嗰、那个三罗话咧，去试下做一次即系好似我哋所谓唱经嘅时候嗰种嘅唱法出嚟啊！我哋再嚟一次。三那哆哆西那哆哆那那哩呀，嗦那哆，女阿弥那哟那觉，嗦那那哩阿曲呀空，嗦那那伽那呀哆。呼啊雄啊三咩秋西呢那罗呢那那大呀风啊空啊秋为呀呀松啊啊冬秋啊怪呀梦啊雄奈呀哟别那哩哩那西那那哩那那修银马公湖哩西那那在呀公阿庙阿那摩布希白呀迦那布金来呀个来呀你说那那红啊里呀就一个不得有儿啊娘啊咁咧，呢个咧就系我哋嘅唱经练功嘅方式喺度练啊！咁你入咗门之后咧，就会学到呢啲嘢噶啦。咁今日咧就俾大家睇下，咁点用啊？喂个咒语 ，OK？ 你用广东话或者国语乜都好啦，你都可以读个咒语嘅，都 work 嘅 ，OK？ 好啦，咁咧用呢个咒语咧，我哋有一个金光指啊，系你试下咁样啦，啊，中指、尾指、拇指，跟住咁样夹埋，系啦，咁样夹埋咧。你望呢度望落去咧，右手嘅食指系行先嘅 ，OK？ 右手食指行先，跟住你个四指咧、无名指咧都系右手喺上边嘅，咁样望落去，诶，咁啊啱啦，啊，三个手指个指头相对，呢、这个就系我哋嘅金光指啦。咁啊，你用呢一个手诀咧，就加埋之前个咒语先啊。跟住再加呢一个咒，再加呢个金光神咒，咁样摆个心口度念咧，咁咧就有一种金光护体嘅法力喺度，咁咧就会将你嘅周围咧都罩住嗰、那个、那个、那个身体嘅周围四方八面咁样，咁嗰啲邪咧见到你咧就唔会埋身啦。啊，譬如咁样，我哋加埋 A 同埋 B 加埋一齐做，咁点做啊 ？OK， 喺呢一度啊，首先提取啊，请神提取我哋嘅法力，系咪 ？OK。三罗祖师在此，大显威灵，急急如律令，戚戚令，你左脚啊，右脚，跟住喺呢度，哎，变金光指啊，三宝神龙天地玄奘，急急如律令，急急如令，跟住点啊？啊，左脚一下，右脚三下，一二三啊，咁样样，基本上咧，你个身体就慢慢会渐发呢个金光出嚟啊。如果你系紧急嘅情况，咁你可以揿。五下或者七下，五下咧就有保护嘅能力强啲，七下咧就系放出嚟嘅，释放出嚟嗰个威力强啲。咁譬如话，如果你觉得有嘢就嚟入侵啦，你揼五下；如果譬如话你觉得你已经舐咗嘢啦，咁你揼七下。你已经舐咗嘢嗰啲咧，揼七下，逼翻啲嘢出嚟。OK， 嗱，呢个最简单嘅，当然有好多变化啦。呢、这、一个咁我哋之后再教啦。咁呢就我哋第三招咯 ,OK, 飞马。OK, 我哋有第三招啦，咁呢个第三招呢叫做光明花字。咁其实个花字好简单，你识中文你就知㗎啦，即日月跟住三个 tick, 十三圈围住我哋喺呢度可以摆个字喺度俾大家睇下。OK, 咁日月
光明花照，我哋叫做日月花字，其实咁啊叫光明花照，最好听啲啦，冇所谓啦啊。总之咧，呢个花字咧就系一个，即系你话俾个神听，我想有啲咩嘢发生啊？咁你想咩发生啊？今次呢个日月，日月嘅意思就系咩啊？日月光明照四方，就好似我呢一度，哎呀，礼手有盏灯，呢度咧嗱。禮手咁樣樣，日月光明照四方，哇！有扯到俾你殘死啦，係咪 ？OK， 咁如果你想嗰個地方忽然間啊個神咧變一團光出嚟啊，幫你即係整走嗰啲污糟嘢，或者係照亮呢個世界，照亮你嘅周圍，令到嗰啲唔好嗰啲能量咧會散去，或者嗰啲唔好嗰啲小人咧亦都唔想埋嚟，咁你都可以用呢個花字嘅。咁我哋亦都要。将第一招加埋呢一招，提取法力拎咗出嚟，将嗰个法力去写个花字，去变成呢、这个光球咁样，呢、这个光嘅力量出嚟。咁啊，点样可以做呢？我哋写呢个花字咧，亦都有咒语嘅。首先，我哋用个右手剑指拎住先。OK， 我呢个剑指拎住嘅时候咧，嗱，记得啦，呢个剑指咧向前写嘅时候，日月。光明照四方，你写完日，跟住写个月就念月啦。光明照四方，跟住咧你呢、这个咧系好似咁样啊，咁样啊，去咁样啄落去，啄你个中间左边、右边咁样三个，因为佢哋叫三清念咒，玉清戚、上清戚、太清戚，跟住咧由你嘅右下角开始。咁樣樣打圈 ，OK， 打13個圈，每一個圈念就子丑人卯辰巳午未申酉戌大吉大昌啊，大吉一個圈，大昌一個圈 ，OK， 呢個係十二時辰唔念個亥字，咁啊有13個圈嘅，咁啊呢個成個花字咧就係咁樣啦，日月光明照四方，用聲喊即知，大太昌，嘿，咁樣念完啦。咁你念得快嘅话都可以咁样嘅，基本上个神知你想点系最紧要噶嘛。好，咁我哋点样去做呢个日月花字呢？最简单嘅咧就系撇除咗第一招啊，斋呢一个点用？呢、这个咧适合用于咩啊？即时喺你自己即系火你自己嘅 ，OK 喺出边放啲光出嚟，咁啊帮你隔走啲邪啊，或者系帮你令到你好运啲啊咁样。譬如你打牌咁样，打牌前你可以画个花字喺前面啊，咁你周围啲光明好啲咧，眼光都会好啲啊嘛，系咪？咁点样做呢？嗱，最简单啦，你用呢个右手喺呢一度，左手咧，如果你唔得闲可以摆低，如果你有可以咁样用呢个金顶诀，记得呢个纸咧向上叉住 ，OK， 咁样，跟住叉腰啊，呢一个咧喺呢一度。第一你要念咗嗰个心咒，第一个心咒啊，三罗祖师在此，大喜威灵急急如来灵七七零啊，蹬左脚，你蹬完左脚之后咧，将呢个咁样拉出嚟，跟住回你个心口一点，向前边咁样向住你块面嘅前方，跟住咧用条脷咁样吹咧就好似。你啲风啊，向呢一度咁样刮起佢，咁样吹啊，有啲声听唔听到啊？有啲声咁样，咁样吹咧个法力咧就会出咗嚟喺呢一度，跟住就咁样啊，咁样一变呢个剑指打中正嘅剑指，跟住咧就写啦，写花字啦。日月光明照四方，玉清晶上清太清的子丑人卯辰巳未申酉戌大吉大昌，跟住蹬右脚。跟住蹬右脚嘅时候咧，嗰、那个法力咧就 set 咗入去喺呢一度啦，就定咗型喺出边啊。咁跟住呢个法力定咗型咧，佢即系好似你个灯咧啊，就喺呢一度。OK， 咁啊定咗啦。你而家要佢点样爆佢个灯出嚟咧？点样可以咁样啊发光令佢？就系要将嗰个能量球咧，将佢解体。咁你做完呢、这个蹬完右脚之后咧，点啊？跟住又系变一个羊类。跟住咁样翻嚟，一甩出去，哈，蹬右脚，哈，打散佢。咁跟住嗰个嘢咧就会喺呢一度，哈，咁呢个就会变成咗一团光喺你前边。咁你谂下，如果你呢一度有一层光膜，你成日望嘢咧，
都会透过呢个光膜嘅，啊，佢令你眼光好啦，人缘好啦，啊，又唔会头头风着黑啦，咁样呢个系帮自己做嘅。OK， 咁如果譬如话我唔系即系唔系货自己嘅，我想摆喺出边，即系好似个客厅或者个大门，咁你就要将个神咧分一个神出嚟摆喺嗰度啦。咩意思啊？将你个神拎出嚟，请你个祖师出嚟，叫佢做一个分身摆喺出边。就用我哋第一招啦 ，OK， 咁样呢度有道门喎，啊，有道门，啊，我喺门前面咧放一个祖师喺度，放个神出嚟，啊，咁啊做呢一招啦，睇住咯，咁样，三罗祖师在此，大显威灵，咁急如律令，戚戚令抌左脚，啊，跟住咧拎上嚟，啊，祖师，我将会喺呢一度咧 set 呢个乜嘢花字，请你保佑呢度出入平安，咁样抌左脚，啊，落嚟抌右脚，咁样一吹，哎。跟住就写啦，啊，呢只手喺呢一度咁样，诶，日月光明照四方，你睇下呢啲文臣点写，大眼枪，诶，蹬右脚，嘿，然之后咧呢一度啊，两个手变雷子 ，OK， 咁样样交叉，然之后甩入嚟，跟住咁样样向下，咁样样甩出去，啊，哈 ，OK， 睇住度，跟住咁样变，你右手喺出边翻嚟。咁样，然之后哈抌右脚，哈打出去，将呢个法力咧散开，咁样咧呢、这个法力喺度门度咧就枪咁样喺前面啊变成一大团光咁样。咁如果你咁样做喺呢个门度咧啊，嗰啲妖魔鬼怪又敢埋嚟啦，咁你出入又平安啦，吓、啊这个、呢个咧可以日日做嘅。OK， 咁啊好啦，咁啊三个法术咧今日就教到咁多，咁我哋咧就结尾啦。好啦，咁呢今集呢就係咁多啦，咁多谢大家收睇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學法嘅话，可以嚟我哋嘅网页天日 dragon.com 嗰度，咁呢就喺嗰度呢你会见到一个 menu 度有 ordain 嗰个就係皈依，咁亦都有啊你喺嗰度搵下啦，咁有一个呢就係、是唔使钱嘅斋入门就挂名入门做呢、这个呢个门生啦，咁呢就係、是、可以唔使钱咁样开始學先。咁如果你觉得我要认真学啦，我真係想拜师入门学嘢啦，咁你呢就去嗰个我丁就皈依啦，咁呢就可以正式学法啦。咁呢个 video 呢係大家有份睇嘅呢都可以学嘅，不过那个效果呢就即係当然係你入门啊学法啊皈依咁样呢越嚟越强嘅，咁所以呢大家呢就多啲使用啊，同埋呢就将呢个 video 转载俾你嘅你所识嘅人啦、啊、share 啦咁样啊，多啲人可以受惠啊，亦都多啲人可以呢认识呢啲所谓我哋嘅三罗道法啊，每日都可以用嘅，非常实用嘅。咁啊，祝大家新嘅一年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咁我哋呢就下个 video 再见啦，拜拜。